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还有人没拿到转职卡吧？仅仅用了3天，小帕我就白嫖到了转职卡。就问有没有比我还快的？没拿到也不用担心，17号才截止，而且小帕开了几个互助群，自己进哟。你没拿到转职卡的第一件事，肯定跟小帕一模一样，把转职卡从邮箱拿出来，没错吧？这个转职卡只剩25天了，9月1号就过期，所以赶紧用，大家也别不舍得用。11月份第5季周年庆肯定送转职卡，如果后面出新职业还会送转职卡。有人转了狙击手，有人转了伐木工，有人转了步枪兵，有人转了挖矿工，还有人转了枪械工、汉堡工、采麻工。你转了什么职业？小帕的亲弟弟咖喱转了伐木工，但是他这伐木速度也太慢了，不行啊！谁能猜到小帕准备转什么职业？